你想见龙神，龙神可不想见你。终于等来一个强闯龙图的，快让我好好打一顿！ 拓跋城主，你这信物珊瑚笛真假难辨。良辰美景，阁下可是要与老夫一道观花？风花雪月似影卫，出来由我这朋友切磋一下吧。 不过，切不可伤人。有知音人作伴，自然好。只是不知道你是不是这人。人说酒品似人品，老夫却觉得五品更似人品。 老夫向来欣赏有本事的年轻人，日后雷泽城的大门永远向你敞开。可人有什么吩咐？
真讨厌家伙，脸皮厚过城墙了。来人，送客。 阻拦姬帅的那一群，法师真会说笑，两个小孩子而已。